哎，老板娘。哎，哥，你又来了。啊。按照老规矩给你上啊。行，上。好嘞。哎，老板娘，你说为什么你家这火锅我中午吃完，晚上还想吃啊？我们家火锅好吃呗。嗯，不对，因为我想你了。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呗。好呀。哎，大气，老板娘。好嘞，哎，你这电话号码怎么这么长啊？联通的还是移动的？